英雄，你们还真是坚持不懈啊！你们的伙伴妄想与我的力量相抗衡，然后也付出了代价。现在他将服侍于我，而他的任务就是干掉你。 太迟了，朋友！奈法利斯的腐化掌控了我，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。我求你，凡人，快逃吧！在我失去控制前，快逃吧！黑色的火焰在我心中猛烈燃烧，我必须释放它。 我离得太远了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
我离得太远了，那根本不应该在。太远了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，我要先找个目标。 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现在没有目标，太远了。 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哼哼哼，让赛事开始吧。 凡人的勇气开始消退了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怎么面对黑狮子之王的力量吧！烧吧！太远了！这不可能！我是这里的主人，你们凡人对我来说一无是处，听到了没有？都是废物！
你是谁？愿灵魂与你同在。